这个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好、哦、啊，这样子会第一个就是你歌词不熟的话，会影响到你的声音表情嘛，啊，或者你这样练起来会丢丢，哦，暗暗的呢，哦，啊，那里有一句你每一次这边都啊在梦里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只有啊而已嘛，是不是？啊啊，有啊，有啊，我知道，我说你就只有一个音嘛，就啊这样而已嘛。啊，在梦里，他、啊、原唱是怎样唱？啊，在梦里。好、啊，有听到哈、哦？哎，他后面还有一个啊，有没有一个音？啊，如果你要明显一点的话，也可以再加一个音进来，因为你没有的话会变成那边断掉。啊，在就那边就断掉，三次都那边都会断掉，好、哦。啊，你看他就啊，三有一个啊，好不好？好、哦、啊，如果你要更明显一点的话，就啊哈，有没有一个哈这样的嘛？但是不要哈像我哈那么明显，我是刻意哈给你听的哈、哦。但是啊，三哇，有一个有点像那种小女孩那种有点娇嗔，对吧？还有是娇嗔的声音嘛，哈、哦，就啊三。有一个鱼尾的一个那个哈出来，哎哇，一般尴尬哦，在梦里哦，那个感觉就会出来哦，别安丢你啊，在啊那个啊哦，哎，那边有一个声音表情。